哇哦！英国的科学家发现，两只蜜蜂在采蜜的飞行途中，如果撞到彼此，也会发出一种哇的声音。研究人员最初以为蜜蜂发出哇的一声是一种信号，希望对方问路或者希望对方停下正在做的事情。后来发现，对于蜜蜂而言，发出这种声音其实很普通，只是表示吃惊而已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研究人员一年内持续为一个蜂巢录音，在蜂巢的一个角落，每分钟就能录到六七次蜜蜂发出的蛙声。他们发现，只要轻击蜂巢，里面的蜜蜂就会发出蛙的声音。放置在蜂巢里的摄像头也显示，蜜蜂们在受到惊吓时会发出这种声响。真的没想到，兢兢业业的小蜜蜂们竟然还有这么可爱的小举动啊！好了，谢谢您的看我的视频，喜欢关注下，拜拜了。